经营这家店，其实我们想的都还蛮简单的。我妈妈很久以前有开过店，因为我也在忙，我们小孩都在忙，没有办法去帮什么忙。然后这一次我看到这个地方，因为非常大，这边其实超级大的，我觉得好像又可以开店了。那如果开店的话，那其实如果我也住在这边，以后要干嘛都还蛮方便的。装潢上面我们主要还是以舒服为主啊，因为我们这里是讲家庭料理，我们会有一些桌子椅子是适合一家大小来做的，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些是给几个朋友来聚聚的沙发。然后想法通常这边都是我跟我弟我妹我们几个人，其实想到什么就会改变一下，没有什么很特别理念在里面，其实最主要就是以舒服为主。